发作。那刚刚的南庄，我们看到香港的杨胜才今年24岁，对，另外108公分，范佳颖今年21岁，另外167公分，双面的这个身材差不多，比例差不多，对，哦，啊，年龄也到年轻一些，可能今年在世界排名是421，如果从排名来看的话，对，他是排的，他就蛮多的啦，先排第一，没错，发过来。哎呀，你看杨老师最好的成绩，和曾经拿过奖的，是大地的本川的这个男人，但是自己来。世界排名第30的组合，对上世界第421的组合，而且即将要开始。刚开赛，突然正在爆发力十足，变成跳。觉得这个过年在上面泡一样，就亮起来。哇，这样子。还是会公开1.0起哦。好，那现在是，对，由香港组率先拿下第一分。是。4-4，李安的发球。哦。
或是现在然后需要选择组合是有一分的领先。目前感觉李阳和雅琴可能在场上的一个节奏似乎是有点没有进入状况，感觉想用速度力量来达到这分，但是他们缺乏的移动或者这个调动的一个球路啊。右前方已经很大一个空档就出来了，对，只要把球心拨过，这应该是可以顺利拿这一分。11-8，现在由香港组合王秀才跟范佳瑞率先拿下第十一分，进入比赛第一，取得第一次技术暂停。现在是双方这个平台跟400差蛮多的，但在场上目前是反正比较领先的台湾选手李阳徐亚琴哦，在比分上是暂时落后。
迫性，最后也让他的选手高胜男打出界外，10-12，两分的差距。推的方式往这个人身上推，或是假动作方式回放在往前直线往前就可以了。比较可惜啊，这个球。这是飞分让比较紧张下来，比分再来到11-13。15，双方只有一分的差距。
八比十六在第一局目前香港这边一分在跟范佳音哦两分暂时领先。一八九的失误十九比十六。在这个被对方手中反攻被调动开这个球，下一波的主力要注意了，对吗？然后积极在进攻当中，但是一旦球队分开以后，就这个球队会乱掉了。这样子，20-17，整个大空档。那王胜才，然后白帅再拿到第20分，现在来到香港球队第一局的局点。
能够稳定下来，然后我在第二节尽量把他们前面那样的状况。来，你先发球。身上这个角度打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击，一比零，香港组队先拿下第一分。目前仍然有一分的领先，把球没过网，两脚后